同学们好，我是。何同学。何老师。何老师。这是你的课。啊，这是陈静芬老师的课，她今天病了，我帮她带一趟。何老师，这堂课是20世纪西方文论，我是文艺理论教研室的季老师，这是我的教室。不可能，陈老师都在这上了一个月了，要不问问学生们。同学们，我是带这堂课的何彩虹老师，现在似乎出现了教室冲突，我想问问大家，有多少同学是来上古代文论的呀？请踊跃举手。先放下吧。那有几位同学是来上西方文论的呢？好，放下吧。情况是这样子的，我这门课呢，因为选课的学生比较多，我向教务处申请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教室。上周他们告诉我，我的教室是6103，6号楼不会有两个103号吧？那肯定是教务处搞错了。季老师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我有这么多学生，你只有几个？我觉得想办法的应该是你吧，季老师，你教的是西方文论，那你应该知道，绅士风度，女士优先吧。各位同学，外面的阳光灿烂，我知道花园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草坪，我们去那边吧。何老师，祝您愉快。谢谢。别动啊！签到了吗？啊？啊，郝老师，你给我坐中间去。我现在开始讲课，你看什么呢？预习了吗？